所以讲跟你安排甲半点钟个，所以讲迄个一般来讲吼，拢是讲予大家较有兴趣，啊，佫啊袂听甲真满足，来再去维持啦吼。系啊，不过我个大家报告讲，每一个学者吼，其实在做研究，其实应该拢有两个思考在读下来底啦吼。第一个是讲我家己个人的理想是啥物？因为我就是一个个人的非常理想，做这动力才去做学术研究啦吼。啊，第二个就讲应该拢我社会唔忙啦，社会讲我看讲这个社会改良工作嘛吼，学者学者基本的天职拢救助别人死。咱们讲迄个啊，即爱安怎做安怎做，啊，不过确实都唔是阮咧做，拢是迄个别人咧做吼。啊，讲你是其实有一寡社会改良诶，毋嘛，伊嘛咧做吼。啊，对我来讲，来去做国际人权法诶研究，其实应该是我1987年大学毕业，大家拢知影1987年对我好是改良，拢是改良。伊讲啊，等遮久，等个作为改良啊，吼，一个作衰啊，那是作衰啊，最好，我等去跳个金门。在讲去金门做兵，哎，讲哎，金门迄阵都是讲在解严，我就讲足奇怪，我足无简单，等遮久就被解严啊，是安怎？我去一个解严的所在，哦，心情够歹歹。我讲实在，我做兵两年，心情实在有够歹歹，哎呀，规工吼，哎，哎，迄阵我批吼，阮副道长拢会替我看，哎呀，拢替我看，啊，规日就写情书当作申论题。规工我写一个历史课，安那，啊，迄阵是我女朋友啦，啊，即摆我太太，迄种情书去看个，伊感觉足无聊个。规工我写，大家唔知想个想个想啥物，吼。啊，我阵是讲，台湾这样个袂使。顶边阮咧大学个时阵，拢是讲去读宪法，因为对基本法啊、权力分立这些公法，我较有兴趣。啊，迄民法吼，我对我读大学，我就提第一上大个特色，就是有骨个趁钱个，阮拢是读十分毕业，拢去读十分通过。这民法、商法拢读啦，啊，甲公法较有关个，系啊。啊，伊阵是讲，安尼我应该好，我规日来读国际人权法，吼，拄我好偏法嘛有一部分，啊，国际法嘛一部分，两个拄我较合强，都拄我合强，吼。啊，其实我到1992、1993时阵，准备出国去读书，我心内吼本来是讲要叫马文丹教授替我写推荐信，啊，我完全无实在。啊，叫啊，到尾是讲啊，唔通学袂落，唔通叫了迄落。南教授需要去电信，吼，啊，所以讲到尾到迄度，我家己就去读书，吼，就去读书。啊，我真幸运，我毕业回来，我1999年毕业回来，真侪场合拢甲迄度甲南教授做伙，吼，啊，做伙来写这国际人权的部分，不管伫新界地、到基金会、伫总统府的人权人事事委员会、伫行政院，啊，是伫台湾国际法学会等等的机关，吼，都迄度，我印象最深的，有一年我甲南教授咧讨论代志。在迄个孵化文教中心遐，吼，在遐咧讨论代志。啊，我拄啊一个高中的同学经过看到，啊，甲伊事后下讲，哇，你遐遮厉害，你是来当教授做遐个在林咖啡摊讲代志，我蛮心内好爽。对啊，啊，到迄度阮厝内，我拢甲厝内讲，我迄度我即摆要出去吼，甲陈教授去做无闲，做伙做一寡代志。讲厝内讲啊，我去无你做伊无闲。吼，这我不得来规阵叫陈教授的名声好用。对啊，这迄度。这是我一个个人家己发展的状况。第二就讲，第三是我好做另外个代个主，我是感觉应该最主要是台湾这环境的需要。吼、哦，每一个学者拢期待讲，你写个物件是对这个社会有帮助的，都是帮助的。吼、哦，啊，大家来来看，其实你讲国际人权的发展，国际人权的发展，大家拢大方讲，咱即马群大方个台湾个真正甲国际人权发就做一寡迄落所谓的迄个接轨，吼、哦。其实2000年开始，按过你看，2000年到即马2013，其实咱台湾做代事有哪真奇怪。咱讲要虾米批准两公约，要设立国家人权委员会，要有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等等的国际人权的问题，后摆准备加入四动。啊，咱台湾就听足侪五万，足侪计划，足侪思考，啊，不过拢无基础的研究，无大家去等下回想看卖啊。2000年迄阵讲要人权立国，迄阵甲无一本书去写讲力量共用，除了陈教授迄另外迄本英文书，你外人拢袂晓拢看无，迄个主要啊，吼，啊迄落啊其他根本拢无啦，
啊，后尾嘛无人写国际人权法，嘛无啥物国家人权行动。即摆我们啥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啊，后尾嘛咱嘛拢无迄落即个基础的研究吼、哦。所以对我来讲，我感觉其实是真迄落真大的挑战，嘛是真大的一个场合。会使讲你一方面做研究，一方面参加台湾社会改良的工作，到社会改良工作。所以讲这两、这个两个原因。其实我十几年来拢是咧写国际人权法一部分的迄落学术工作吼，啊，所以讲十几年其实嘛写一寡物件，先写一寡物件吼，啊，写到今年是啊变成一本书，变成一本书来讲，嗯，其实这本书对我来讲，伊其实是一个较无学术性的书哦，我必须要讲实在话，我讲啥物？其实我写这本书，我心内是有压力的。大家听啊，感觉奇怪，较无学术性，电脑上啊较有压力，吼、哦。因为即摆你学术的环境的问题，学术的环境的问题，我讲实在，这本书我写了以后，结果中央院认为法律所拢无成立，无任何规定，拢无。其实压力足大，我讲实在，因为阮中央院用较算公务机关，一般除了其他的迄个机关，拢阁有一个啥物，敢若类似迄个公务员嘛咧考绩奖金。我给你偷东西，为什么？因为拢无，因为即摆拢在评量，讲迄期刊文章啦，大家拢讲 I 啦，就搞 I T S C S C I S S C I， 啊，结果这拢完全不是，这拢完全不是吼。那我讲这是环境的一个造成。啊，不过我感觉最主要写这本书的目的，是希望讲，除了我家己学术的研究以外，有希望一本较。一般对咱大家吼，啊设定，吼，迄阵我甲大家就咱在讨论讲这个中书吼，伊设定的目标是讲大学部，那一般要开课的时候，会使用到的书，吼，用到的书，所以讲伊个设定是差不多安尼，吼，就这个安尼吼。啊，设定了，其实就讲开始讲伊个写作的状况，吼，写作的状况，你要做一本基本的介绍的书，当然希望讲介绍讲这国际人权基本的体系。啊，基本的这些东西是爱甲台湾有一寡连接性嘛，袂使讲甲讲国际物件，啊，你无法度甲台湾连接吼。所以讲，大家会使看到讲，咱我这本书其实要写，你分做真迄落差不多十章吼左右，吼差不多十章左右吼。其实我希望讲基本的去介绍，就讲联合国伊基本的，所以咱讲的人权机制，吼咱讲人权机制，以及迄个人权条约，人权条约。因为简单来讲，其实国际人权，讲那你简单来讲嘛，最简单的啦，就讲两行安尼嘛，吼、哦，就是人权条约啊，人权的机制，没有，人权条约来讲，咱要保障什么权利，咱要保障权利，人权的机制讲，咱要用什么机制来保障一挂权利，吼、哦，来用到一挂权利，吼、哦，啊，这两行一世人都研究不了啊，一世人研究不了，吼、哦，所以讲我大概迄个安排，就讲希望从第一章大家都知影。国去1946年，吼、哦，联合国成立人权委员会，吼、哦，人权委员会到1996年，2006年拄好60年时间，吼、哦，2006年变做人权理事会，吼、哦，理事会，吼、哦，啊，所以讲我开始就是去讨论讲，即、這个人权会、人权委员会甲人权理事会伊个改革个部分，吼、哦，伊个安怎变动，阿妈去改革到即马，伊我基本的物件是啥物，吼、哦，伊话伊变哪运作，即个基本的介绍，吼、哦，基本的介绍，吼、哦。我希望讲，因为咱来做一寡基础的建设啦，哦，基础的建设，吼，就讲啊，无咱台湾拢是嘛，就是讲两种的极端啦。我感觉台湾即马适用国际的人权有两种的极端。第一种来讲，我无爱插你啦，你讲到国际人权，甲我无关系啦。包括政府嘛是常常来讲啦，吼，甚至你咱即马人会讨论讲这新查国家迄个人权多可了。政府嘛，甲你讲，迄个无管，迄居住权吼，迄无一定是迄啥物管理，迄个无管主教条啊，去，吼主教条啊，去，吼，迄就讲，始终来讲，我虽然我讲我在台湾，要跟批准公人权条约，伊嘛甲你讲无关系啊，吼。第二种，就讲伊个诉求，吼，变作讲一番叫做瞎子摸象。你一个讲一项，一个讲一项，一个讲一项，啊，讲的基本无迄落，都讲我家己想啦，吼，我家己想。并无就有啥物特别的基础，哦，并无啥基础，所以我感觉这个基础的研究其实有伊的必要性，有伊的必要性。就讲你爱知影讲这个基础的物件确实是啥物啦，毋是黑白讲的，哦，毋是黑白讲的，吼。你看
就咱讲的迄个国税顶关专家来审查台湾国税的报告，伊嘛是何必讲的啊？伊不是讲我家己讲安怎哦，这安尼唔对，安尼都唔对，不是？哦，伊讲伊这就是国际标准的呀嘛，国际标准的呀，我感觉应该要去了解哦。啊，伊讲，所以讲一寡制度性，哦，咱虽然当即马拢想讲袂用着，但我唔当来较现实，哦，啊，我讲就安尼，我家己感受啦，法律系国较现实，我对法律系唔当来印象无讲介好，虽然是印度拢读法律系，吼、哦。啊，不过法律系其实对社会科学来看，其实不哩啊现实的学系，吼、哦，就讲，变做讲，咱有当拢会想安尼啦。啊，我会用着，我再去思考。我即摆未用着的，我未去思考。啊，不过咱未去想着讲，那未来我会用着要安怎？啊，是讲我即摆未用着，我甲创造一个环境，后壁我会再用着。吼、哦，咱讲实在，恁两千年要讲迄个人权立国的政策，谁捌想着过？我还记迄阵博洋先生。我听到迄个领馆，阿片阿帅宣誓领馆，迄个真正安哭甲，足感动的，哭是讲迄个感动甲哭甲，吼、哦，感动甲哭甲，因为无想到嘛，过了十年来，吼、哦，所以我感觉我一直在思考的讲，你对国际领馆我来研究，其实唔是讲咱即马要研究，咱再去研究安尼啊，这是一个安尼啊。第二个是讲你未来要研究，咱去创造一个环境，未来是去研究的，迄个了解，这是较关重要，或者是关重要，吼、哦。所以讲，我拄仔讲迄领馆历史话。你敢发讲，咱台湾敢未来拢袂用着？大家即款是讲讲啊，迄人权历史咧，国顶咱一个韩国过来，国甲无关系啊，哦，啊，可能嘛使创造其他个环境嘛，啊，无讲个较歹听咧，我讲举一个例，伊即摆叫做做普世地级审查，我感觉即个我拢感觉袂歹，虽然大家拿一寡批判，讲敢无讲解好，啊，我普世地级审查想好就个，敢你知无？伊敢人权的百科全书。我拢讲清楚，即摆普世定级审查了上好一个概念，就是讲台湾上好的战略位置，会徛关山跨北小台。即摆全世界拢叫审查过啊，你若有兴趣的，拢会使去挑出来，吼，拢会去挑出来，吼。啊，我讲啊，即个原来吼，啥物特定关有啥物毛病，有啥物问题，你拢会当了解。你若真正要当了解，拢会使去了解。而且你若较即就个，咱咪会使去到透过一个制度入去领权理事会嘛是有可能啦。虽然无法度直接，虽然无法度直接，因为是咱直接是用 NGO 的名义间接的迄落去参加这个人权理事会的这状况吼。啊，第二就讲，我去听迄个制度，我来第二就去迄落讲到这个人权的迄落，咱一般讲为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这个制度的现象，讲对世界人权会议甲人权迄落高级专员这个部分吼。啊，这个部分其实伊嘛是有一寡可能性。啊，慢慢想讲未来甲台湾一方面了解伊安怎发展，吼、哦，伊安怎发展的，啊，未方面安怎伊甲伊合作嘛是有可能嘛，吼、哦。目前为止，其实咱讲要甲迄落诶，伊 High Commissioner 无合作是直接是无啥可能啦。啊，不过其实伊这个组织吼，伊、哦、本身也是人权的组织，有当会较软，较袂遐尼政治性。其实我捌入去来，即个因的这办公室内底偷选。我把头算入去内底，啊，伊就讲点点点，啊，唔知影哪里入去啊，迄落，讲伊较有一寡软性在迄落，而且我慢慢甲透过资料，我免足公开，你甲透规批，啊，我讲歹势，我教学需要，你话五分好无？五分直接规批上来了，真正上来了，吼、哦，我讲真正无怪我讲，今日个经验，都是因为安尼无教，凊彩去甲透五分都上来啊，袂歹，哦，拢免钱的。哦，这都是这制度，所以讲咱嘛去了解，愈了解其实咱无一定想康想胖，都愈有一挂机会会使甲国际去接触，哦，跟人家做接触哦。一开始可能无了解，无想到机会，啊，不过未来咱可能嘛，我都去了解一挂代志嘛，哦，因为你要国际化，要跟国际人员去接轨，你有些基本的去了解一挂代志嘛，哦。啊，是我讨论这两个，就一般咱讲的迄、那个，就是联合国宪章的 charter based 迄落 institution 迄落来，是叫我迄落联合国宪章所讲的一个机制吼。啊，过来我就是用三种的迄落范围去讨论条约的部分，哦，人权条约的部分，就是咱第三种甲第四种、第五种，或者讲第三种就讲我讨论咱个迄个 international bill of human rights 这国际人权发展的状况，哦，人权发展的状况，哦。
啊，第四种就是我讲迄个第一部分的核心的，咱一般讲的迄个核心国际人权条约。啊，第五种一般第二种诶核心国际人权条约这个部分，叫做啊，基本的讨论的内容，嘛是两项代志。第一个是要保障什么权利，哦，保障什么权利？第二个讲，伊这是要啊什么制度性，后面制度性去迄个监督一寡人权的条约哦。咱大家若了解来讲，国际人权的发展，第一个就讲，你人权条约愈来愈侪，愈来愈普遍，哦，愈来愈普遍。咱嘛爱去了解一寡人权条约世代发展，哦，世代发展。比如讲，咱即卖咧批准定讲迄个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一般来讲，顶面咱若讲啊，迄无法度啥物去诉讼救济的条例的迄个条人权啦，吼，迄个我等政府若有钱的时阵，才有法度去保障啦，啊，无就讲政府有收着啊，吼。在我当地保障这个状况，特别你来看经济迄个社会文化工作，你嘛是同款啊。发展出迄个啥物，咱一般讲迄个个人申诉嘛，就讲这个权利你嘛是发到去个人的迄个申诉的部分嘛，哦。啊，这个人申诉，咱目前为止咱台湾话多，啊，问题我讲实在，经济嘛是拢会使准备嘛，我一直在思考啊。用你啊，等无法度的时阵先准备啦。准备了，你若后边若有要做的时阵，都要马上要当做啊嘛。袂得讲，咱像咱讲，咱即摆拢在讲，讲我要批准联公约。我讲实在咯，一直到2009年要批，已经批准过来时呢，咱台湾到底有偌济一寡基本的即落论述，去了解一寡物件，其实无济嘛，无济嘛。吼，我印象最深的，迄阵2009年批准以后。我提一沓迄一般性意见的法律，我讲啊，这是啥物件？这是啥物件？所以他们读，到尾法律文家己再去出一本，能够用迄一般性意见去出出来，对哇？哦，就讲咱爱有准备啦，要有准备吼，啊，这个伊就啊，不过我嘛是感觉一个态度，我拢就做法律老师，啊，我唔是我要做，啊，你爱做，吼，啊，再就对啦，哦，拢譬如讲，你爱经济学问。啊，咱讲，咱嘛在了解嘛。咱即马，咱台湾已经批准两个公约，啊，搁咱一般讲的迄个四种，就是迄个妇女的哦，消除妇女歧视公约，吼、哦，即咱去三。咱嘛在想，咱嘛在想讲，啊，未来咱是毋是搁进一步？哦，要搁进一步。啊，若要搁进一步，基本上你嘛搁爱有基础的研究嘛。咱若要搁进一步，一般来讲，大概上可能的是儿童权利的公约。啊，无对，咱一般讲迄个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吼，我想这两个较有可能啦，吼，较有可能，嘛较合理啦，讲实在啦，吼，嘛较合理啦，吼。啊，不然讲啊，你要去一边个加入儿童公约，还是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吼，这部分你嘛是块基础的个研究啦，重要咱讲知影是重要，啊，不然无基础的研究，你嘛是无法度啦，吼，无法度吼。我个人较有兴趣的吼，即卖唔知影对迄、那个。可能甲阮爸爸身体愈来愈差有关系。我即马对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较有兴趣，因为阮囝较大汉啊，所以你就讲你出权利公约较免遐赶紧，无啦。所以讲我即马唔知影对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较有兴趣吼。啊，我其实我咧甲国科会申请一个计划啦，想要拼一条较大条的。吼，迄个计划是五年的。各国的顶边拢无迄个计划，我这边听是看迄个大条的无，吼、哦，迄看迄条就讲我的计划啦。其实我心内底吼，我野心较大，我心内底即马咧想两本书啦，我心内底个即马在咧想两本书，希望五年以后当出得着啊，吼、哦，希望五年以后当出，吼、哦。所以讲诶，即马一个前提来讲，阮爸，即阮爸配合，吼、哦，阮爸身体好，我都写，哎呀，配合一下，吼、哦。包括这嘛是拢按同款这个意思嘛吼，啊这个制度你来看，国际人权迄个监督的制度，其实已经愈来愈侪，愈来愈侪。对顶边叫你写国家报告，我来审查。啊，过来讲哦，迄、那个什么国家之间的申诉，按个国家之间的申诉，国际人权上大一个特色就是恁无人国家敢去辩，恁无人去诉讼啦。啊，所以就讲变到个人去诉讼。哦，啊你来看，伊即马搞个什么调查程序，什么访视程序。就讲顶边伊即马较被动，慢慢啊即马较主动，吼、哦、较主动。大家若讲看到迄个审查报告，嗰个专家审查报告，吼、哦、伊就讲建议讲，咱来伊就根据迄、那个禁止酷刑公约诶意志书，去设定一个即个国家的一寡单位，
哦，我单位就是负责的单位就对啊。除了国家另外用外文会以后，哦，你都要爱关心个其他单位，哦。啊，讲实在，你若要看迄国家迄落专家迄落审查报告，哦，上码基本了解即个国家国际人员，我才看有。啊，无咧讲迄个拢看拢无，哦，拢看拢无迄个状况，哦。所以我看咱也是慢慢个继续去了解，哦，去继续了解，哦。所以我讲实在，我做这国际人员法，哦，我拢免烦恼。你啊，烦恼家己体力好无？哦，精神好无安尼啊？免惊烦恼，讲无人哪做，无合无法度，人哪做？因为台湾太侪拢也未做，我即款做一世都嘛做袂了，我拢完全免烦恼，吼、哦，太侪人我做咧，我太侪人我做，哦，这都基本的，哦，即寡领馆机制加迄啰领馆的迄啰即寡公约的内容，吼、哦，啊，过来第六章甲第十章，我都咧想，我咧想讲，啊，咱应该啊入来台湾这部分。啊，其实我读在内底一直希望讲写一寡物件，予法律的学生会当做基本了解。歹势我较偏心，因为我去平去本身是法律系出身的。啊，毋过我一直有一寡感想，讲你若咧法律系要教国际人权法，其实袂讲介顺事，袂讲介顺事。吼、哦，因为啥物啊？拢讲起来，我拄仔咧补充上，可能我法律系真较偏心啊，因为要去考试，国家人权法啊，无咧考啊啦。啊，做迄啰考条做律师啊，不一定用得着啊啦。啊，做法官伊嘛毋知影用，吼、哦，伊嘛毋知影用。所以讲，我希望讲做一个解说，讲即个物件其实伊毋是汉尔讲敢学术咧研究啊，尔，毋是讲咱一般咧讲讲社会运动咧用啊，尔。其实对一个法律系学生，对一个法律系里面要做律师、要做法官、要做检察官，其实你也用着、哦。我一直是咁唔嘛，啊，我敢若无讲解好。因为我几本啊经验，去甲法官讲啥物两公约，律师讲两公约，甲法官讲了，法官大个嘛感觉无啥啥。哎，批准两公约就两三档啊哦，法官干嘛？你话伊在讲啥？你话在讲啥？哦，所以讲我感觉这个物件嘛是该继续去做哦。啊，我做就是讲，我变做去思考，我去思考，就讲第一个，你拄啊甲迄个陈教授在讲。甚至讲，即个国际人权会使入来甲宪法有一寡互动的关系，吼、哦、互动的关系，吼、哦。所以我第六章我是写，你讲一般其他的国家来看，伊的一寡宪法的解说机关，伊可能会面对一寡挑战，唔是讲讲咱只嘛讲讲参考啊，尔哦。因为对其他国家机关来看，对国家来看，伊的宪法法院你若判决了，你嘛是块面对一个问题，因为伊有国际人权的诉讼，伊其他国家定来面对这个问题嘛。宪法的机关认为讲，伊无违反宪法的基本权，啊，毋过去国际人权的诉讼，啊，这国家却判败诉，啊，安尼变安怎？啊，从宪法的机关，宪法法院，啊，即马大条了，啊，本来是我上权的，我讲无违反宪法，啊，你们都卖乱啊，对不？啊，到尾国家甲讲，啊，国际人权讲，啊，歹势，你这违反国际人权条约，所以讲伊就变得讲会转来。国际伊个宪法法院必须要可以思考，必须要可以思考，因为你若去到国际人权法院了判决败诉，你来面对一个问题嘛，你国家必须要去，我去遐去做着讲这个判决，啊判决已经败诉嘛，你变怎？都要做两项嘛，第一，我赔偿当事者，吼、哦，这个个人所得益嘛；第二，我国家的制度可能需要改变，啊，不过国家的制度本身宪法院就来讲无违反宪法啦，啊，即嘛变怎？做之后再做调整。德国宪法院上特别，非常特别。到尾德国宪法院就来讲安尼调整。我也是上悬，啊，毋过，咱来参考国际人权，尤其是欧洲人权法院的迄落判决来做思考。所以讲，我做宪法的解说，上好是莫甲国际人权的法院有冲突。啊，其实讲到足委婉，足我迄落迄落完全无啥。啊，讲实在的，最后结果来讲，宪法安尼的意见要改变啦。我较忍耐的，吼、哦，我虽然卖直接讲，吼、哦，啊，不过我嘛是要改变，吼、哦，这嘛是一个调整，吼、哦，这嘛调整。啊，虽然台湾无即嘛无即个调整，其实未来咱嘛都会继续拍拼。虽然大家拢知影，即嘛上新的4-4-7-0-9，一个讲引用经济所有话全力讲的，讲个一个都讲啥。啊，无讲啥，啊，不过我感觉有一个现象有慢慢仔较好。你来看迄个个别大法官意见，不管是协同意见还是不同意见，其实渐渐啊有这个论述哦。尤其是七零九，大家看李正山大法官的意见，其实就在讲啊，
啊，你讲迄基地是话，就你讲迄，你莫讲个清楚嘛。人讲迄居住权，甲咱讲居住自由到底有啥物无共吼？啊，因为咱即里面讲居住自由，拢是讲呾较偏向讲迄个迁徙自由啊，尔嘛，讲我会使刷来刷去，要住遮要住遐，拢会使安尼啊，尔嘛。无讲迄落，迄落个内底有其他个管理，你袂使互伊甲管，吼，袂使互伊甲管即个管理嘛，吼。所以我感觉嘛是慢慢仔可以落，搁渐渐仔搁进来，吼，就讲除了宪法以外，慢慢搁进来去确定讲法院。哦，法院这个部分，哦，阿姨法院这真正，讲实在，应该讲我捌我听，吼，还是讲迄落，啊，我前一阵嘛，吼，那有机会我拢去做现动，哦，那即摆律师若要讲，我来叫现动，讲叫律师要安怎用，啊，若去迄落法官遐，讲法官，啊，法官你安怎用，吼，啊，唔知有效无效，我唔知啦，吼，像讲加减可能有淡薄效啦，有淡薄效啦，吼，诶，啊，因为时间的原因。哦，时间的原因，我可能我都甲大家报告真济。我拄仔真正像我那讲报告了，你到底会去买书啊？对无？那拜托的。我讲实在，出一本书，我除了写的迄落压力以外，这本书是我唯一免烦恼讲卖几本的书，因为迄个烦恼啦，大家就去烦恼。我讲我即写，我拢免烦恼讲伊卖几本，吼、哦，计是足少。一般吼，我顶边咧出书拢会是我烦恼，因为即卖有书商在遐，迄书商我大家就读好。伊嘛足烦恼的，我祝福伊吼，伊拢卖袂出去。伊嘛足烦恼的，吼、哦，所以讲这边我为免烦恼，吼、哦、我免烦恼，吼、哦、最后我就感谢陈教授，伊是十几年来拢真甲我照顾，吼、哦、感谢，吼、哦、感谢。一般今煞无介绍廖教授啦，伊是迄个中央研究院法律。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啊，伊是伊在讲，我无甲推荐，无甲推荐，所以到入去英国牛津迄落大学去法拉博士（Oxford University） 吼，算作世界第一的即个大学，嘿嘿。啊，另外一方面，我咧做台湾国际法学会的会长、理事长的时阵，伊就拄啊咧做台湾国际法学会的即个秘书长，吼，所以大家讲真正合作真济。啊！较早我都听讲中央研究院讲啊，伊写一本册，因为迄个注解无真济，无够学术的，啊，所以拢无得到 credit。我讲即款中央研究院的制度需要小可改一下，有时要写一个通俗的册，比专门的册较歹写。这个亲身经验过，不过就是讲，应该是你啊，伫这当真普及啊，互咱对讲台湾虽然你要。加入迄落嘿，但是即应该有准备。你讲啊，要交国际接轨，要参加国际事务，啊，要交国际人权水准，看侪种种，当然需要讲基础研究啦。对台湾特别的嘿，即拢真需要。啊，我是感觉讲，你咧讲准备是真对。有一日台湾可能会变作联合国的会员国啦。哦，可能最近的将来感觉讲有真大的即个困难，不过就是一个真得着欢喜的。假使讲大家真正有心，讲虽然台湾也无伫联合国嘅内面，但是会当将国际人权水准看作咱伫遮政府人民应该爱奉行嘅即个行为生活水准，安尼会使讲对台湾即个今仔即个人权会使讲牵涉到咱生活嘅国人民生活品质嘅好歹，就是看讲民主、自由、人权安怎伫互人。有真正认识了解，安怎的落实，安怎的实践，啊，这款的呢，有安尼来到底，就是讲真好，唔免搁咧烦恼联合国是毋是咱也去，咱批准书伊要接收，袂引起的种种的问题，会当避免，还是真正直接好好来做。啊，你较早咧讲到什么讲人权高级专员呐、啊？真侪当前啊，变啊，总统在做迄个人权立国的时阵，迄阵我有去拜访遐啦，啊是拄啊，伊即个高级专员 Mary Robinson 过去即个讲爱尔兰的迄个总统，迄个伊拄啊无伫遐，但是交伊副手迄个 deputy 哦，伫遐甲伊讲，啊迄个 deputy 本来答应讲要来台湾呐，我是讲台湾无伫联合国的内面有种种的问题，伊讲无问题，问伊在讲，啊经过一站了，伊才讲啊你。因伫遐内部咧讲台湾问题较复杂吼，所以袂当个来当初伊是大家原来算作朋友有熟识吼，啊有滴伊就甲讲啊，这人权的问题应该是无牵涉到伊关政治种种啊，感谢。所以今仔日咱迄个哦，讲就这本册
这本册是安尼，台湾新世纪文教基金会本身呐、啊，有成立到即2007年啊，迄当拄啊讲用台湾的名申请加入联合国，所以讲好，政府本身也咧鼓励阮，然后咧感谢，感觉讲都爱设立即个台湾联合国研究中心，所以阵有成立有研究，啊研究出来。真不幸，就是讲民进党政府所提出的这个预算，伫立法院完全删除。删除，唔是讲啊，这无好诶，安怎？讲前日啊，阮咧成立诶时阵，有请谢志伟来演讲，爱拢咧批评政府啥货吼，所以钱袂使挂过来。啊，所以本来是讲一单要偌济，那像这个 WTO 诶模式啦，政府补助啥货？来讲，这个联合国研究中心爱做，啊，落尾手都无，啊无，因在问讲啊，那你要做咩？我讲这嘛是要继续要爱做，这个代志是好代志，啊，咱真正为长期的这个准备，啊，所以台湾联合国研究中心出来讲对联合国啊，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有七八本伫遮，这边这个人权呢是大家拢真关心，啊，所以这本是会使讲。一个总的这个观察，啊，现在伫进行的已经有一群学者专家啊，就这个两公约，大家大概听唔知啦，至少讲两大人权公约吼，经济、社会、文化啊，甲讲国民啊政治的这个管理公约，迄已经有一群作家群，希望明年的时阵，迄本册就完成。啊，较早咱廖博士完后提起讲。是咯，关于讲迄个妇孺吼，妇孺的防止妇孺歧视的这个公约，这本原来有在进行，都搁过迄档，啊来看是讲要儿童公约个好，还是讲迄个残障老年的啥货吼？我看咱少年人都爱顾，啊老的嘛是都爱关心嘛呢，所以我看是人权的公约。无论咱在做一个阶段的成长发展啊，拢需要咱大家关心，并且来注意安尼啊。所以真感谢咱这场有真好的开始，多谢。